年轻真好。就他的这个梦是属于年轻人的。到这个创世纪里有这个两个人做梦很显著，这个雅各在28章啊，那时候还是一个这个单身汉，他在那里神向他启示了一个梦。那在后来他的儿子比他更小，年幼的时候，这个少年的时候，做了两个非常属灵属天的梦。我要说梦是属于年轻人的，梦是属于我们的，而且我们是单独的做梦。哦，我们有许多同伴都是做梦的人。今天不是个人单打独斗的时代，今天梦也不是一个人做的梦，今天我们都要一同来做，成为做梦的人。做什么梦呢？伯特利的梦，神家的梦，神建造的梦。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这是这个宇宙中独一永远的大梦。只有这个梦会进到永远，成为实际。感谢主啊！今天啊，我们实在在这里预尝了这个梦的实际。阿门！阿门！阿门！让我们做梦的人，但愿啊，我们都能够像你弟兄一样，你就在年老的时候，他向我们做见证。他说：“一切都开始于那一个梦。”像我弟兄稍微提到，那个梦是他30出头几岁的时候，在那边受逼迫、为主受苦的时候，主给他的一个启示。这个梦就控制了他。他看见，他虽然受监禁，他虽然在那受苦，他在那虽然有这个生命的危险，但是主应许他什么？这个你如果走在主恢复这条道路上，这条道路是康庄大道。哈利路亚。神的梦是独一的康庄大道。今天啊，我们都要成为有梦的人，我们要成为逐梦的人。所以我们要到第二篇信息所说的，根据这个梦，我们将自己献上给神。因为献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力、我们的精神啊，我们的所有，甚至我们所不能的，好让神能够将这个梦编织到我们所事里。梦借着我们，甚至这个梦一点一滴的实现出来。那献上自己不是叫我们来为神做工，献上自己要做什么？第三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建立与神与人那个活力的关系。这个梦的应验的实现在于这个生机的关系，奥秘的关系。这个梦不是凭我们的热心去为主做什么，这个梦还是我们需要进到与主那个生机奥秘个人亲身的关系里。那在这个关系里有什么？自己的关系，第一朋友的关系，第二弟兄的关系，第三同伙的关系，第四门徒的关系。一层一层，一层比一层深，一层比一层高。不仅与神需要建立这四层的关系，我们也需要跟人建立这四层的关系，四层活力的关系。第一层关系是说到朋友，我愿意带弟兄姊妹回到这个第三篇，这个第三篇的第五大点说到，我们都得学习与人有正当的关系。第一，朋友，这是根据约翰福音15章1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一重点。你们如果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奴仆，因为
因为因我从父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什么是朋友呢？朋友啊，就是你能够跟他说你心里的话。甚至啊，最好的朋友是什么？就是你跟他能够无所不谈。这个啊，主啊，跟弟兄姊妹做见证。世上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主耶稣一样那样的完美完全，那样的柔细亲切，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做我们的朋友。至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是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能够倾吐向他倾吐，他也能够将他那个里面的心爱美丽向我们揭示。借助我们今天都有这样的特权，能够跟主成为与主有一个成为一个朋友的关系，最好的朋友。那我们不仅我们跟主建立这样子朋友的关系，我们还要让这个生机奥秘的关系蔓延出去。怎么讲呢？朋友的关系是基于爱的，这个好朋友就是彼此相爱。主爱不爱我们呢？我们爱不爱主啊？感谢主，我们跟主彼此相爱，就能够用主的爱，那个神圣爱注入到我们里面的爱，来爱我们周遭我们的同学、朋友。我们需要这样用神的爱来爱他们。主若待我们如亲生命，我们也同样用这个爱来顾惜、来照顾、来陪伴我们有的同学跟朋友。主是甚至是什么呢？税吏与罪人的朋友。哇，主耶稣能够跟他交朋友到一个地步啊，不仅是贩夫走卒，连那个犯罪的啊，连那个糟糕的人，他都能够跟他们做朋友。兄弟们，有没有这个本事啊？我要说，我们要跟主耶稣要学的太多了。怎么学？我们需要跟主建立这样的亲密的交通，然后在这样的交通里，我们就知道如何来活主，来复制主在对待我们那个朋友的关系。这样，我们就会有许多的真正的好朋友成为我们的福音朋友。所以好，这是第一层的关系，说到朋友。那我们接下来到第四篇的信息。第四篇的信息是说到建立神与人国力的关系二。第六大点，我们一起读：我们都得学习和人有正当的关系，而弟兄不仅主与这个朋友是爱的关系，主跟我们不仅有这个爱的关系，主跟我们甚至有那个生命的关系，生活上的关系，这个就是弟兄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终点。耶稣在他复活的那天对玛利亚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到我的父。”你要到我弟兄那里去。对，我们在主复活的那一天都被父神重生了，这是根据这个以前一章三节，这个我们的父与神是在基督的复活里重生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拥有神生命的种子。借这样的生命，我们能够称呼我们的主为长兄，他是我们的大哥。还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够这样跟人家传福音，你知道耶稣是谁吗？耶稣是我的兄弟，他是我的长兄，是我的大哥。大哥很大，很大。好，这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弟兄姊妹，我们要操练这个。主是我们的兄弟。好，第二个我们一起读。我一排的构成分子也是一
面有这个一样的生命，神的生命有一样的性情，神的性情。根据这个，他称我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根据这个，我们彼此称呼弟兄姊妹，也不以为耻。来，我们跟邻座的说好不好？亲爱的某某弟兄，我亲爱的弟兄。公司
司，国际关系工程处的游子妹，赶快写上你的贡献心愿单。截到目前为止300多张，目前我们还有1200人，好，盼望我们都能够投下我们的贡献书，主打个契约，主啊，我要与你成为神圣决议的同伙。好，第二重点，我们乃是基督在神圣决议上的同伙，他为神所高，我们也与他一同分受这高，为要完成神的地址，我们跟随他时是他的同伙，我们是他的同伙，正与他同工，与他合作。你们好，第三，我们请弟兄站起来读。
我们来看这四层的关系，还有火令牌。哦，其实四层的关系是为了带我们能够来实行火令牌。我们要知道，火令牌它不是种在一个聚会，火令牌是种在建立关系。其实整个教会生活，我们都需要改观念。我现在我用这20分钟的时间，其实我最有负担是我们要改观念。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活力牌，我们要从聚会的观念，要转到成为一个建立关系的观念。如何让这个奥秘的关系蔓延？这个关系的蔓延就是我们的教会生活。这种关系的蔓延就是我们活力牌的实习。我们需要从这种聚会的观念转到建立关系的观念。其实有时候我们教会生活久了，我们一些观念有点僵化。举个例子，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照顾小羊，只要这个小羊主日没有正常来，或者没有入住弟兄姊妹之家，它就变万年小羊。对，你不会觉得说我可以跟他建立一种关系，从小羊进展到弟兄，我们有些属灵的交通跟追求，你永远都把他当小羊，你只能送他苹果，只能送他卡片，你不会有不跟他交通，我们要一起去传福音。对，所以我们手边很多万年小羊，但是呢，这个小羊有一天搬进弟兄姊妹之家，哇，他真的是祸患过来的。我们的观念突然变了，我们突然觉得他是我们的同伙。他可，你不会不求署名，导读主话。你想的时候，哦，我教你。既然你进到弟兄姊妹之家，你怎么不呼求主呢？你怎么不会导读主话？传福音不会一起出去吗？对，这个不叫关系耶。怎么会突然因为他搬个家，怎么会因为他的行李放的地方不同，他就突然变成会传福音了？对，其实这就是我们的观念。对，今天的人不来聚会，我们好爱他哦。他一个月来聚会一次，我们非常爱他，看望他，爱念他。但他周周来聚会的时候，哇，他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所以你看，这其实不是一个关系的观念。对，我们用他住在哪里来决定，用他聚会多少次数来决定。所以他不叫做奥秘关系蔓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看到一幅图画，叫做一种奥秘关系蔓延。那我从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它主要可以分成三个大的段落。第一到第十一节是说到什么关系呢？关系 relationship， 我写个 R。然后呢，另外一个叫做我们实行活力牌 ，life group。好，我把这三个东西摆在一起，我们要得出一幅奥秘关系蔓延的图画。约翰福音这个十五章一到十一节说什么呢？那你说到人与神、信徒与神之间的关系。第一节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说到父与子的关系。然后呢，第五节说什么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离了我什么意思呢？就是跟我变成没关系了。然后接下来叫什么？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这叫神与人的关系。我们如果跟他有关系，就会有等一下的下文，十二节到十七节是第二段。所以我们要先建立与主个人情深的关系，因为第五节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后面就说到离了主的枝子，就只能够，对不对？被扔掉，甚至被丢在火里烧了。因为他没关系，跟主没关系。好，接下来呢，我们从十二节到十七节，十二节就开始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正如我爱你们一样。对，这是我给你们的诫命。”他说呢：“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彼此相爱，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所以这里是说到
与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呢说到与人之间彼此的关系。那与人呢，对，与人我们又可以看见与人这里有四重的关系。与人，对，第一个叫朋友，对，你们如果去读十五章的第十五节，那你就说到我不再称你们为奴仆，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奴仆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但是现在呢，我把我从父所领受的都告诉你们了，所以我们就成为主的朋友。再来第二层，所以这个是爱的关系。再来是弟兄的关系，弟兄的关系就是一个属灵的关系，一个交通的关系。我们要从18到27节，在26节讲到一个属灵的关系，在26节让你说，我从父差保惠师，就是实际的灵来，就是实际的灵。所以那你，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有东西建立一种属灵的关系。所以活力牌来讲，朋友这个叫做爱的关系。我们照活力牌有三个要素，这个叫做活力牌的情形乃是爱。然后呢，再来弟兄的关系，哦，这个财宝贵师就是实际的灵要进到里面，所以我们有一种属灵的关系。属灵的关系，这个在活力牌里面叫做什么呢？对，叫做活力牌的性质，这叫活力牌的性质。然后呢，再来第三层关系叫做什么？叫做同伙的关系。同伙，同伙是什么关系呢？就是一个结果子的关系。结果子，结果子是活力牌的什么呢？活力牌的目标。所以弟兄姊妹，其实这个就是活力牌的三要素。活力牌的情形乃是爱，就是爱的关系，爱的关系。活力牌的性质是属灵的，属灵的关系。火力牌的目标是结果子，结果子也不是一件事哦，结果子叫做结果子的关系。为什么能够读这一段？那你说到12到17节，你们彼此相爱，我们就会结果子。到17节，主耶稣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这些事是指什么呢？就指结果子这个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结果子是从关系产生出来的，借着这一种结果子的关系，叫我们彼此相爱；借着彼此相爱的关系，叫我们结果子。所以这同伙结果子，其实这个经节太多了，这个15章至少讲了8次果子这个字。我要结果子，多结果子，结果子更多，使你们的果子长存。最后就讲到门徒，15章第8节提到关于门徒这件事。他说这个你们多结果子，对不对？使父得荣耀，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门徒说到，这是一种复制，是一种繁生。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有一幅图画，从这个约翰福音这里，让我们看见，因为这里有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说到人与神之间那一个神圣的奥秘的关系，如同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接着呢，就让我们看见信徒之间彼此的关系，有这个四层关系的进展。然后呢，到底是18节，那你就说什么呢？他说：“世界若恨你们，世界恨你们。”你们要知道，其实世界在恨你们，你先已经恨我，因为呢，对，因为你们不属这个世界，你们若属这个世界，世界必爱属他的人。但是我把你们从这个世界拣选出来，所以这世界就恨你们。所以这很特别哦。说到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这种世界被分别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领会。有时候我们讲朋友，跟我们说啊，那弟兄姊妹，我们去交朋友。但是第18节却告诉我们，世界是恨我们的，
从世界被分别出来的，表示这个朋友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想的那个天然的朋友，也是说从今以后我要开始去交朋友。不，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这完全是一件属灵的事。所以到第二十六节就说这个我从父差来这个保惠师，就是实际的灵要住在你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今天晚上一个负担是盼望我们能够在这种奥秘关系蔓延建立这些关系里来实行活力派。我们在这次的聚会里都把弟兄姊妹分成小小组，小小组好吧，我们请各个小小组知道谁是小小组组长，请你们站起来一下好不好。小小组组长，好，非常好，请坐。好，小小组组长，你们要知道活力财的三要素，活力财三要素。好，关系来讲有两方面四成。简单记一下，以关系来讲，两方面四成，两方面，第一方面与神，第二方面和人，和人又四成。活力财呢，三要素。所以我们对不对，我们开学我们要实行活力牌，用姊妹小小组不是只在这里用的，我们在这里是一个开始，我们要开始去建立那个关系。所以用姊妹在你们小小组的时间里，你们该做什么呢？你们该做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关心彼此的情形。对，比如我们教导我们要对要结果子，你们是要关心一下彼此的情形。对，关心一下我们有没有属灵的追求。属灵性质，属灵是什么意思呢？我把这实行上讲一下爱的情形。爱是什么？爱就是我们需要照顾，我们需要彼此的照顾，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关切，彼此的顾惜。我们需要有一种相爱的情形，相爱的状态，相爱的气氛。性质是属灵的，属灵就指的我们里外被灵充满，我们需要一起诚心，对不对？叫你的性质是属灵的，我们需要一起祷告，叫你的性质是属灵的，需要一起追求主的话，叫你的性质是属灵的。我们需要来在一起，对不对？我们来在一起，应该我们要有一个目标，我们需要结果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一个经营的观念。今天你这个，你刚讲同伙，我刚弟兄说我们进到一个基督无限公司。好，你这个公司的目标很清楚，对，你这个公司有三要素，这公司该达到什么样的情形，这公司有什么样的性质，这公司有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就要开始去经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都在一个小小组，都在一个活力牌里面，我们要去经营，最后要经营出什么呢？门徒。门徒就是复制。过了一年以后，我们这三个人得出了另外三个人，他们都开始情形是爱，性质是属灵的，结果只是目标。他们这三个人也建立了爱的关系、属灵的关系、结果子的关系，我们就产生出了布置，产生出了繁生，产生出了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有看到加利福图画，我们就是要去发展，让这个神圣的、奥秘的、活力的、生机的关系从我们蔓延出去。对，所以小小组来在一起不是没有事的，不是没有事的，我们要相爱，我们要被那里充满并充溢，我们需要一同的结果子来经营我们的这一个活力牌。我愿意多说一点，这个最近呢，其实我这一段时间常听到这个张伯胜弟兄在讲这个神圣关系、奥秘关系蔓延。其实我之前没听过，我就觉得我有点受吸引，我就最近常去找他讲话。为什么？我想要成为布置，我要知道，他里面到底在想什么？我觉得好像有点东西在他里面。然后呢，他讲了一句话，当然他应该是有点不用讲的，我觉得很好。他想到我们要用启示带出行动，对，或者实行。
然后用这个行动实行呢，要去建立关系。什么意思呢？对，比如说我们要署名，我们要陪人家诚心。诚心是一个行动，是一个实行，但我们要知道，诚心其实也是为了跟人家建立一个关系，我们彼此有一个属灵早晨享受主话的关系。对，我们带我们有启示，我们知道我们要读经追求主的话，这是一个行动。弟兄姊妹们来做这个行动，我们要有一个想法，我借着这个行动，我要跟人家建立一种关系，在主的话里，住在主话里的关系。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经。我们出去传福音，不是说啊，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去传真的很苦又很丢脸，这个我拉一个人跟我去传，不是，应该是行动。我要建立跟一个人建立一种关系，叫做结果子的关系。对，就跟我启示带进行动，行动为着建立关系。所以我觉得大家我们印象要很深刻，关系关系关系，奥秘关系要蔓延。对，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要去想，这是为了一种建立一种关系，建立起爱的关系做朋友，建立属灵的关系做弟兄，建立结果的关系成为同伙，最后我们的活力牌产生出凡真，然后产生出复制来。在我们中间，我们需要让这样的关系蔓延出去。我最后剩下两分钟，来我做一个调查，大家所有学生请站起来。好，我现在开始问，已过一年内，你有跟同伴一起外出传福音的，请坐下。跟同伴，好，来，再来。第二个，已过一年内，你有跟同伴一起为别人祷告的，请坐下。好，这两类都叫做同伙，我们是从最难的开始问。第三呢，已过一年内，你有跟同伴一起读经、祷告、追求书报的，请坐下。我几乎都做光了。已过一年内，你有跟同伴一起诚心的，请坐下。好，可能有人不好意思，好，我只给大家，那表示大家都有关系，大家都有关系。所以我只要给大家一叫，我们都需要建立关系，都需要与人建立关系，建立一种活力的关系。我们真的是一个负担，盼望这个关系蔓延。对，在你所在的地方蔓延，在你所在的学校里面蔓延，借着我们活力牌的实行，让这个神圣奥秘的关系蔓延出去。真的要转我们的观念，从我们只是聚会，只是应付一些行动的观念，转成我们需要去经营，需要去经营这一些关系。活力的关系、奥秘的关系、生机的关系，都带出这个物质。好，弟兄姊妹，我们就起来，好不好？跟我们的同伙一同的祷告啊！
我们今天的那个情形啊，你不知道那个热度啊，比去年的特会啊，第二天的热度还要高。哎，好像不是很多人都同意哦。也需要跟主讲，跟我们的同伴讲，我不要再做自己的梦，在我的人生只有这个梦，神家的梦要成为我的梦，我一生就为这个活着。跟旁边讲，前面吸取他，接受他生命的供应。阿门。
圣灵的弟兄，他用他的生命供应来供应，然后他就会渐渐的把他心头的心意启示给你，因为啊，他要你做他的同伙，与他一同背负一个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经纶，然后你就开始有个转变。以前都为自己祷告，主啊，我快要考试了，我这次的高级科都没有进，求你拯救我。主啊，我这么样的软弱，主求你加强我。我们一天到晚都为自己祷告。但如果你看见主是你的同伙，你也是主的同伙，你马上有一个转换，就是你开始为你的同学祷告，为你的朋友祷告，然后你就去传福音。但是在传福音之前，你就为他代祷，是不是这样子呢？这就经历你跟主同工，跟主同劳，然后呢，在这样的关系里面，你天天就被他充满。所以人们看到你们啊，他们就会啊说主耶稣来喽。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他们觉得他们讲的有的没有的、你过去他们就说，哎呀，不要讲，因为主耶稣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成为主的父子了。成为主的门徒啊。所以主要门徒化万民。因为信徒只是得救的人。但主今天要得着一般门徒。是他的复制，是他的扩展，是他的蔓延。好，所以我们简单的负担就是啊，我们要更新我们跟主之间的那个关系，从亲近他，亲近他做朋友，到享受他，亲近他做我们的弟兄，然后一同的背负，为人代表，忧主所忧的，乐主所乐的，最后呢成为他的复制。关系里面，弟兄们说得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我们要复制这样的关系，让这样的关系扩展，让这样的关系蔓延。当我们讲到这些弟兄啊，当我们讲到这些朋友啊、弟兄啊、同伙、门徒，好像就是我。所以这次的特会就帮你们安排小小组，来带四个两个弟兄起来，你们是两个带四个的吗？好，没关系，就是你们俩。好，这两个人啊，感谢都是活力人。来，活力人发挥一下，来，释放一下，主，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好像蛮激进哦。好，首先啊，他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一定是很好，然后他们两个就来在一起，彼此相爱。请问你爱不爱他？请问你爱不爱他？爱。你们所讲的爱还不是啊，属人的爱，是那个神圣的爱。他们就成为朋友了。你们不能啊，你们不能彼此讲说，哎呀，明天特会要结束了。拆伙啦！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不能这样子哦。这一次特会啊，你跟你的组员、跟你的活力同伴已经成婚了，不能离婚哦。要去建立一种的身躯活力奥秘的关系。然后他们又来在一起，我都是告诉你们实行的路哦。他们要从朋友进展到弟兄，一定要来在一起什么？这里讲到要被灵充满，所以为什么要一周三次够多圣灵的祷告？他们两个就一起祷告。假设他们祷告完毕了，但是我们的祷告不能量码表哦，要够多圣灵的祷告才会被那灵里外充满。要不要够多亲密的交通啊？要不要共同追求啊？一同领略基督的扩展高升啊？这样才是弟兄。但是我觉得啊，你们啊，好像中间的、我们的活力组都是停在弟兄、诚信伙伴、祷告伙伴，就是不出访，也不为人代祷。特别是我们的首领们，我们周围的同学，我们都不敢传呢。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跟他们熟得不得了，我们传福音专门传给生们，首领都不敢传。啊，有时候你跟他传啊，哎呀，老卢啊，没有不用解释哦，
要来参加哦。哦，知道吗？是。然后呢，他还不错，他还蛮乖的。有些啊，同学都会叫，哎呀，老罗啊，我姓罗嘛，老罗不要来这一套了啦，我很认识你啊。所以啊，我们在去接触他之前，在点活他的灵之前，在陪他成心之前，我们两个一定要什么做同伙。对，跟什么亚伯拉罕呢？我们真的要进步啊！对，我跟主呼喊啊！在台岛大专啊，是有许多的同伙，朋友不行啊，弟兄也不够啊，要胖啊！同伙，怎么样成为同伙呢？就是两个人有共同的目标，一起为我们的同学祷告。他有多难缠，反正主耶稣就把他放在我的前面就对了啦。Amen。 这是主创世界就已经拣选了。Amen。 我们就为他祷告，为他征战。Amen。 我们有长子的名分，我也为他祷告。Amen。 有长子的名分。Amen。 这要建立一种的关系啊。是。如果我们要传福音，个人建立一种的关系，我们就需要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Amen。 我们所讲的不是属世的关系，酒肉朋友啊，或者是要传福音啊，向着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啊，反正我就跟他一起过嘛。那真是堕落了。主耶稣跟是罪人跟罪人的朋友。Amen。 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让罪人跟罪人成为他的朋友。Amen。 主耶稣不会跟罪人罪人一起去犯罪，因为我们的主是圣灵的。Amen。 哈利路亚。Amen。 所以我们平常就要接触同学，为着福音的缘故。Amen。 那平常啊，就跟他这个啊，把这个正确的关系搞好。Amen。 你知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一搞好，同学都喜欢我们。Amen。 因为我们的笑口常开嘛。对不对？他们有什么问题啊，他们都会来找我们。请问啊，这微积分怎么读啊？我们绝对不会告诉他，我不跟你讲，因为你是第二名，我是第一名。跟你讲的时候你就变第一名，我们不会这样子嘛。对，因为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很正常嘛。好的点就是啊，我们需要为人祷告。使人从最终跟世中世界中得拯救。然后呢，我们就把他带得救。他就成为什么弟兄了，来上来上来，不要浪费时间，快点。哎，他就成为弟兄了。哎，但是我们同学称为什么？我们从跟他建立有朋友，后来呢，他得救是称为什么？弟兄。弟兄。我们还是要共同追求。阿门。然后呢，我们就问他，哎，他享受到一个地步，意外被那里充满。你有没有什么同学可以我们可以传福音？我们先问他道，哦，主耶稣啊。阿门。他就说，不是。好，感谢主。你看我们这个活力牌是不是翻身了？是。我们活力牌不能老是不翻身啊。因为我们是同伙。都从同伙之后呢，他越过越像。他也越过越像，因为我是主的门徒嘛。所以他像我就是他成为主的门徒了。但是你不要跟他讲，你是我圣的哦。你是我的门徒哦，我讲什么话你要注意听哦。不能用这种权柄去威胁。我们是生命的关系。那这样子我们的活力牌对不对，就能够走出魔型。活力牌就能够走出路来。康庄大道主旭日东西的梦是实现的，指日可待。阿门。求主帮助我们。阿门。抓住这个时间。对。要实行活力牌。阿门。成为活力人。阿门。跟人做朋友。阿门。成为弟兄。阿门。成为同伙。成为主的门徒。阿门。谢谢你，谢谢，谢谢。我是我的好弟兄。好，我们来在这边的祷告。阿门。阿门。
们来看一个统计的啊，这个到底有的关系有没有蔓延出去呢？目前奉献新书总共讲了427章，对，有没有不要忘记，我们在座的总共1517位啊。我们盼望啊，这个让这个关系更蔓延，对，更扩展，可以分啊。所以各个学区啊，这个弟兄姊妹好的祷告啊，我们啊还有机会啊，能够让弟兄姊妹奉献，啊，先把这个奉献名单写好之后，就能够啊拿到啊感谢上面有这个席，这个不是中间的前面奉献箱投进去啊，我们啊投进去的那一刹那，我们就让这个关系蔓延。练习好，再下一页。好，那我们明天注意，上午是8:15以前，大家听清楚哦，8:15以前要完成整洁哦，并与服事中心归还房卡。好的，房卡必须要以寝室为单位来归还，所以弟兄姊妹要有身体感，要在身体的配搭中一同完成整洁，一同交房卡。下一张。那我们整洁的重点，请弟兄姊妹注意，在这个地面的毛发，然后浴室的干燥，镜面要无水痕、水渍，然后桌面、鞋柜的擦拭，再来就是寝室的垃圾，请务必要把它拿出来，然后放在饮水机旁的垃圾桶。下一张。然后这是床单、隔离单、手套，把它分成三堆。再下一张。那窗帘把它对齐，哦，要这个窗户要把它关好，哦，关紧。那个手把的部分，大家要注意怎样是关紧的这个情况。再下一张，那抽屉打开，然后注意有没有遗留物。再下一张，好，棉被折好，这个在基督里的 mark 要在上面。再下一张，好，再下一张，好，再下一张。那再來就是你整洁都做完了，你就把房门打开。那请确认你离开的时候，这个水电冷气都必须要关闭。上一张。好，再来就是弟兄姊妹，你退房，你就之后你就把你的行李，记得是拿到地下室，我们有那边预备了停车，有一些停车格是这个空着的，并且有标示哪些大区。啊，弟兄姊妹就是把这个行李整齐的放好。那在中心会所的台中的弟兄姊妹，必须把行李带到二楼场地啊。对，已经跟他们联络过。哦，联络过，抱歉。好，那更正哦，台中的弟兄姊妹，你们就把行李放置在二楼场地。好，下一页。那待会我们会有分组的时间，弟兄姊妹要看清楚分组的场地。在地下室的有四个单位，就是北市的北区，然后台南、桃园、北市中区，这四个单位是在地下室的三点。下一张，那一楼的部分有比较多，大家看前侧这个，在前侧有小会场有花东，然后在贵宾室那里有基宜，然后在小会场一是新北重新区，然后小会场二是云家，那在大会场里面的四个部分就是北市的南一区、南二区，还有竹苗跟高屏棚，请弟兄姊妹不要走错。然后后半的话有新北的新和，还有彰投，那这些弟兄姊妹就是在一楼的分组场地。再下一张。然后在二楼的部分，前侧是新北海山，然后后侧有一个很隐秘的小会场，它是北市东区，请弟兄姊妹上到二楼就可以找到。那这个分组场地表会张贴在我们中庭有公告，并且在电梯的两侧也有公告。好，再下一张。那我们分组的时间，就台中的弟兄姊妹就直接到中心会所。二楼会场集合。那今天我们在餐厅9:30之后呢，会提供泡面。明天我们早上要几点起来晨兴呢？6:00。6:30。
内就不要出去外面。好，那以上。这个我们门禁那个门是不会关起来哦，不要被关在外面哀哭切齿。希望各位姊妹一个感谢主十点半啊，这个该做起都做起来。那特别强调一个点啊，待会我们的分组时间啊，我们特别有这样的安排，就是啊，先请小组长啊，我们都有小组长，请小组长招聚你的小小组啊，所有的成员先由小组的交通啊，希望借由小组长再一次的去啊传输啊，在这样的训练啊，在这样的聚会中所摸索的啊负担的重点，先有一些的传输啊交通之后，再分为小小组，这样弟兄姊妹清楚吗？清楚的请说阿门啊！阿门！阿门啊！就是在啊这个小组还有小小组里面，更多让这个奥秘的关系扩展。阿门！阿门！感谢主。好，那我们现在就啊开始行动。那我们请。这个弟兄姊妹慢慢的移到各地。